MV 中帅气的赛车风打歌服，带来精彩的现场表演，在音乐银行拿下一位，引发关注。音乐分数45 ，SNS 分数149分，放送分数3715，可见公司卯足全力宣传新曲。粉丝投票2000分，销量分数6678分。ONCE 的超强购买力让 TWICE 荣登一位宝座。网友表示，第一天预购就破50万，真的非常惊人。这首歌的编舞也很棒，真的很喜欢这首歌，恭喜 TWICE。一些听都没听过的歌手在 Melon 100排行上，竟然没有 TWICE， 音乐才45太奇怪了。舞台上的 TWICE 非常漂亮，真的做得很好。多图的子瑜好可爱呀，祝贺 TWICE 一位出咖。